夏老师、王教授，你们好。你好。我是一名中国画专业的学生，我画了一幅就是很有味道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不是用普通的墨汁画的。清明上河图、是这是你画的？哦，对对对，你临摹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不是用普通的墨汁画的，那就是用什么吃的？酱油。对对对，我这是用酱油画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它是有味道的。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就有一天在炒菜嘛，然后觉得就当时也是每天都画画，然后炒菜的时候都想着，哎呀，怎么画画好看呀？然后就是突然灵机一现。哦。在画这幅《清明上河图》的过程中啊，就经常看到有一些大大小小的酒店呀、餐馆啊。这是个小摊街边孙杨店，孙家的羊肉店。羊肉店，宋代人啊，爱吃羊肉。过去的学者也做过些研究，有一点遗憾的就是，餐馆林立呀、应该有很多食客在那儿吃美食啊。但是你注意没注意，很多食客都不在餐馆里头，餐馆可能正在打烊的时候。哦，他画的不是饭点儿。对，很多人在大街上活动，去看船去了，去看河去了。有一画面就是中间有餐桌，也坐了两个人，餐桌上摆了两双筷子。这么大的场面，他把这个筷子表现出来，而且还真是，您看里边食客不多，搞不好是服务员中间休息的时候吃工作餐在那。你看他盘着腿坐在那，很惬意的感觉。有一本书，叫《东京梦华录》啊，他写的那个生活，甚至有夜生活，都写得非常清楚，甚至是比如说餐馆这个老板自己开的餐馆吧，还有外来小哥拿着篮子，给你加一筷子菜，然后收一点钱。这也是我之前在这个网上看到有一篇这个文章很有意思，说在《清明上河图》里发现了外卖小哥，他挂着食盒在街上走着送外卖。你们以为外卖只是今天网络时代的产物吗？早就有。宋代比较那个物质资源丰富嘛，然后餐桌上肯定会摆上好多好酒好菜，宋代的餐馆肯定有好多，就是他们吃不完的。古代的人会和我们一样，就是倡导光盘行动，或者说是打包带回家。他们会不会碍于面子，就是不太想打包带回家呢？还真有，南朝有一个孝子叫徐孝克。他赴这个御宴的时候呢，这个其实他是不动筷子的，但是他的宴席散了以后，人们发现他摆的这些食品都没有了，皇上就很奇怪，就要问罪。他说这个食物呢，我老母亲没有吃过，我把它拿回去让我老母亲尝尝鲜儿。这个话感动了皇帝，然后以后再吃的时候都给他配双份的食品，带一份回去。到了唐代的时候，也出现这样的事情。据说在御宴上这个皇上就下了一道谕旨，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就尽管的吃，然后回去你也可以带回去。不仅仅这个食物可以带回去，连餐具都能带走。这个餐具还是不是金盘子就是银盘子。这个叫怀规，下一道怀规令，然后大家都是管你吃完没吃完，最后盘子一定是光的。隋唐时代有一些茶馆，特别是这些寺庙里的茶馆，别说吃什么，就那茶水没有喝完的都带回去。他给你一个油布包，就跟现在那个塑料袋一样，把茶水倒进去，打包拿走。这就是古代的光盘。节约节俭不浪费，应该是从古人，从我们的祖先那儿一辈一辈就传到今天。这不是我们今天独有的一种生活方式。